想出去走走，带我去高雄，给自己找个去流浪的理由。高雄最新观光主题曲，请到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量身打造出这首《出去走走》，放上网络两天的时间，观看数就突破120万人次，非常火红。高雄市府打铁趁热，要把影片中出现的观光景点大力行销出去，像是莲池潭宗教祈福之旅，顺道在 MV 里莲池潭龙虎塔拍照打卡，或是轻轨二日游等等。而现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够放心的出国玩。想去撒哈拉沙漠，不如就来屏东九鹏大沙漠。想到西班牙圣家堂，屏东泰武法蒂玛圣母堂同样浓浓欧式情怀。中国西藏布达拉宫庄严肃穆，在台南格玛葛居寺也能体会到藏传佛教。台湾好吃好玩景点一箩筐，完完全全不输国外。防疫期间想解闷，不妨来场国旅深度游。